大家好，这里是一毫米足迹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西安的曲江新区。说来也怪有意思的，西安市各个区的命名都对应着一处历史古迹，比如未央区的未央宫，碑林区的碑林。曲江新区自然也有一处景点，那就是曲江池。曲江池就在顶流网红大唐芙蓉园的旁边，坐地铁到曲江池西站还得走个几百米。秦朝时期，始皇帝在这个不知名的池塘边修建过离宫，叫宜春院。啊，这个名字只有我想歪了吗？后来汉武帝给池塘正式命了名，叫曲江池。说起来也是1000多年前的事儿了，如今这里的景色依然美不胜收。曲江池明皇栈桥的南边有一条隧道，上面用小篆书写着曲江秦二世陵遗址公园。没错，这里就是秦始皇儿子胡亥的陵墓了。不过秦朝就两代皇帝，二世就亡国了，所以秦二世的墓自然比不上他老爹的骊山陵和兵马俑。看这个圆咕隆咚的坟包就是了，一眼就看完了。如果你在旁边的小区买了房，还可以趴窗户上天天看。曲江池和秦二世陵都是开放的遗址公园，可以免费参观哟。关注一毫米足迹，看有内涵的旅游视频。